这是离开城堡的第一个早晨。早上睁眼的时候有点恍惚，我睁开眼睛，这是哪儿啊？我的城堡呢？有点紧张，我第一天有点不太适应，没有什么实感的感觉。钟，这是每次迎接我人生新的阶段的一个仪式吗？这么大这么软的床还有点不适应，昨天晚上竟然有点睡不着。哎，一定要睡那个小小的床。哎，旁边挤挤的，个个的，就是整个人散发着自由的感觉。也没有，其实很开心，因为可以吃外卖店了。对，我们今天就是要去录制运动会的内容。除了跳舞唱歌以外，好久没有运动了，就还蛮期待的。就是按照我之前录运动会的流程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第一天应该要体测，有点害怕了。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做了好多个波比跳。然后我是第二次参加，今年我也要实践跑步，感觉只会痒痒。报了体操和射箭，以前去游乐场打气球，感觉可好玩。我报了跑步，初中的时候跑步跳绳什么都可厉害了，然后还报了拔河。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啊，挑战主要是为了产生一点表情包吧，可能是。一个是跑步，然后还有一个游泳。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没有时间给你游泳。我又问谁了？以前我是游泳运动员，我会游泳。我们作为樱桃少女三连三开始工作了。迟到了。好紧张，我还假机位了，好紧张啊。朋友们好，然后是这样，我叫 Tina， 然后呢是后面咱们这两年的所有的舞台部分将会由我来负责啊。然后我们就是为了后面更好的就是去给你们的舞台呈现做更好的一个效果，以结合你们自己的能力，以及可能你们有一些潜力还待开发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请就是TYDG 的这个老师们来给大家做一个综合性的测评。所以今天我们想说，除了节目里面看到的那些以外，其他的方面想再多了解一下大家。就我们先进行舞蹈部分，然后会分别的去进行这个声乐部分的这个测评啊。休息一下，喝点水，然后我们就准备做声乐方面的一个测评啊。谢谢老师。Hello。我们先测一下音域，知道自己音域吗？啊，可以。好的。好，没关系，往下走。这个音哦。再来一次，你还有的。
个非常好，very good。还有，好，做动作，动作做出去。好，耶耶，没错。好，老师。老师 ，good。萨瓦迪卡。唱 rap 的歌曲。Ditch a pistol, walking lead up, humble lead up the couch. There's so much to it, right? Rocking a cuss, beast with a game. Nope, nope, you can copy ya. You can copy ya. Copy ya. It's okay.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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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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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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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头顶上那盏点点。OK。那么是月的重量。OK， 好。小时候害怕长大。对 ，OK。坐在屋檐下看漫画。嗯。好，好，这个词我要你唱的再女人味一点，用直白的话说就是性感，再露骨的话就是说骚气。好，试一下。试一下。不撞钢琴绝不回头，固执的蛮牛。OK， 我知道了。好好。嗯。哇，咬字也不错。舒服烧开，灰烬中捏半天轩的血脉。我听一个东西。嘿，你是有的。你声音是可以打到墙上的，那么就让我来帮你印的，这个是脱离四声调了，就像一个外国人在唱 rap 一样。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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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那么就让我来帮你营造气氛。你是他是外国人吗？不是。啊！你的表情包都好多呢。我求你了，老师。我们有没有可能不要那个音乐，单独唱？来吧。没有人看你，来吧。嗯，是脑袋。是眼下犀利不屈的身材。在我们团的团歌里面，有一些 rap 的部分，你会愿意去承担吗？如果有人教我就愿意。目前来看是我教。那老师你完蛋了。有点扎心，你知道吗？有点扎心。我们很少有嘉宾会来，但今天呢不一样，有请我们各位妹妹们，硬糖少女303。大家好，我们是硬糖少女303。哇，好乖哦，真的。每个明星来我们直播间都会有一个挑战赛，就是动名词接龙。男厕所没去过，我没去过。哎，开始，终于开始了。没错，紧张紧张。对，开始。直播间我来过。我进过，那个练习室，我去过，北上什么？北上，我用过，冰咖啡，我喝过。那今天还是很开心的，我们今天虽然说时间比较短暂，但是我觉得就是见证了妹妹们成团，然后第一次在我直播间，然后跟大家打招呼，其实还是很开心的，就预祝我们各位妹妹们一切顺利。妹妹，你先腰。